Hello，大家好，我系 Patrick 啊。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咧系碧海蓝天开始都实用嘅谂法。事不宜迟啦，等我 Patrick 马上为大家介绍。碧海蓝天其中一个最大嘅卖点就系占地24万尺、楼高3层嘅伊昂百货，里面包括有超级市场、电器家品同各类食肆，满足住客嘅生活所需。而经呢条天桥，可以去到其余屋苑商场，同前往港铁荔枝角站。碧海蓝天总数为1616伙。今日睇嘅单位系6座低层医室嘅两房单位，实用面积502尺，女子厅间隔。呢类间隔嘅特点咧就系客饭厅分明，饭厅都有对流窗。景观是对返海泥村，第一间房都好阔落，景观是厅房同向。再来睇下主人房，可以放到双人床、衣柜，同埋大玻璃设计，令到视野好广阔。厨房都 keep 得好新净。洗手间提一提啦，系名次嚟嘅。如果大家对这个单位有兴趣的话，可以随时联络我。我是李家国 Patrick。